有大来宾吗？大来宾哦，哎，那个给出品哎，那个给出品，红人筹备了一年呢，哎，真的哦，不容易。哎，我们掌声来欢迎音乐才女翁宇君。哎呦，这个好像是一个手势哦，等一下一定要好好教大家一下。公主来了，公主，林俊杰、豪哥、昌宪哥、老师们，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哎呀，先发礼物，先发礼物喽！谢谢，恭喜恭喜，谢谢哇！谢谢，赞赞赞 ！OK， 太开心了，终于可以跟大家分享了。异想世界是他终于实现了发片的梦想。哎，所以为什么？啊，红人榜的节目历久不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这个舞台里面呢，在这个舞台看到这么多人的梦想在这边实现，对不对哈？而且是观众朋友就跟着你一起，仿佛这个梦想的呈现呢，其实你有功劳的，各位好不好哈？各位观众朋友哈，是不是要跟大家谢谢？真的很谢谢大家，对，因为这张专辑其实是募款嘛，对，然后大家的一个支持，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异想世界。而且呢，它其实这中间有一段坎坷啦，哎、听讲你就是一出生的时阵脑去烧掉的，对，可以烧掉脑凹，阿婆两个喉就是声带上面长囊肿，哇，哎呦，所以就让大家又多等了三个月的时间，是是是，哇，这张专辑是就这两个你对，很多老师的帮忙，对，包括我们的子宏老师、阿德老师，然后还有两个，还有吴俊策老师，对，然后吴嘉祥老师，很多黄凤仪老师讲不完，碰狗也有是不是？对，还有碰。对对对，是很谢谢老师们，然后让我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曲风。为什么叫异想世界？就是因为大家都看我比赛嘛，然后都唱的歌都是可能是抒情的，或是比较传统的，但是我希望在第一章就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今天穿这样子是要来跳舞的。哇，跳舞！对，我的首张专辑里面有两首歌是有唱跳的，哪两首可以先跟我们透露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一首就是我的主打歌《Coco Coco》，还有另外一首歌就是子宏老师写的《青春梦》。青春梦。所以你刚刚出场有这个手势，对对对，看点回来，打电话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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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最近那个抖音上面已经开始有人在流行跳这个舞了，有有有，就是这一首歌，对对对，是。听说只要这个上传这个影片，对不对？对，就有机会可以收到小礼物啊。那要不要你教我们扣一下？哦，一定要的。一开始就是这个电话要先拿好，电话好，然后是这样哦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打通，然后接听，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看一下是谁打给你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接听，连我会电脑酷到爆，然后看一下是谁，哦，就重复这两次，就这样子，对。好像可以哦，好像对哦，一开始这样嘛哈，对，但只是要穿过去那一趴有点难，对，好复杂，打通嘛，打通，两只手就打通，打通交叉，然后接听，然后接听，转一下，听的时候转一下啊，再看看是谁打的，看一下，还有谁要打给你，不然我们跳一下啦，好，我们跳一下，好，2、3，来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爱听你讲爱我爱到老。哦，原来是阿德老师打来的啦！哎呀，哦，这首歌是跟阿德有关了、哦。对对对，就是阿德老师写的。啊，哇，这么俏皮可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写这个《Coco Coco》这首歌哦，超洗脑的，所以我就特别保留哦，他那个副歌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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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为什么叫 Coco？我觉得、哦、大家一听到这个 Coco Coco 就感觉有钱掉下来的感觉 Coco 啊 Coco 来了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要用 Coco Coco 打电话的感觉、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让家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会让对方害怕说你是不是恐怖情人你们夺命连环扣啊，这首歌就要讲一讲说就是恋爱中的人啊，请很需要别人理解啊，我这个时候很急需打给你啊，你不用太担心你只有给我热恋的这段时间就可以了，只有热恋这段时间哈，就是因为热恋这段时间呢，接你那么多电话还可以忍得住，这个恋情如果淡了一点的时候，你还这样打电话，那真的，对不对哈？那就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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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 call 啊 ，OK 好，那你今天要带来的就是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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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对，就是 call call call， 太好了，太好了，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谢谢玉京。